绿豆椪、小月饼、抹茶酥，还有蛋黄酥。各种口味的月饼还有蛋黄酥，15个装成一大盒，店家忙着包装。原以为在中秋节前接到一大笔订单，结果到头来换来一场空。这两天都一直在赶货给他，他还有在跟我在确认，我说好 OK 了，我们已经做的差不多。又传冒用军方名义行诈骗之时，这名自称潘班长的人订购了75盒礼盒，为了取信店家，这段期间致电再三确认，甚至传了服务单位等证件，结果到了取货当天，跟一个不认识又要先付出10多万的货款，实在是我们觉得也有一点风险。我回绝他之后，他就翻脸了，要求代订物资费用高达10多万元。一回绝之后，得到的却是弃单失联。那金额是39600，手工制作的，不是机器啦，都是要赶货的。确认你的订单已经跟他完成之后，他才会要求你帮他代购东西。他会用一种方式来要挟你，他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恶性的故意，这个行为会构成诈术损毁损。手工制作的饼现在只能打折卖给有缘人，不过上个月在高雄才刚传出有面包店和花店遭自称海军陆战队诈骗案件，现在相同手法换个头衔再骗店家，如接获类似订单务必再三确认或是先收货款，才能避免受骗上当。华视新闻陈建邦加以报道。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